欢迎收看 Wacky Boys， 又到了我们的深夜特别节目了。哎，今天要录什么？今天站中间哈。对啊，哎，真的。凭什么？穿红色就可以站中间是吗？对啊，当然可以。你要取代孙生哦。对，取代孙生。完了。那孙生只敢把红色穿在里面，我是正大光明穿在外面，当然我站中间。所以今天要做的事情呢是什么呢？主持人、怎么样？今天是我要去破处的日子。哎呦！你确定 YouTube 可以拍这种影片吗？会不会盈利被关掉？不会。会不会我们粉丝瞬间化为乌有？化为乌有，直接灭团。好，讲一下，因为培根他的外号是国二破处哥，我要在这里正式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其实一直都是假的。你处男多久了？算25年。几年？天哪！25年，别人是假处男，只有你是真处男。对，没错。所以来到今天这个很热的东京啊，简称东京热。这一条是东京的林森北路，真的已经超越林森北路。这一区是新宿嘛？对。我们周遭其实蛮多拉皮条客在虎视眈眈看着我们。要去了。对，要去了。要去了。对，要去了。去了。我们还没告诉大家这里是哪里。你说这里是哪里？这边是新宿的歌舞伎町。歌舞伎町。对，其实已经蛮多皮条客了。好，马上去挑战一下那个。拜拜。Local J R 的派票。Do you want low quality, high quality? How much? 这样多少？要6000台币哦。Only blow job. Touch. So cannot. Think about it. I'm not sure. What do you think? We information center. Okay. Come with me. 所以半套可以吗？对，半套。半套可以。帽 OK。Massage and blowjob, okay. 30 minutes and 10,000 yen massage and blowjob, and 40 minutes and then 30 minutes massage and blowjob. 好啊，那我们等你啊。好好，我们等你。你先拿。Let's go. 先拿。こんにちは。No shop, no danger, okay. Wow. So we stay here. Yeah. Okay. Thank you. Okay. 我们原本想说要多看几间，第一间很积极的服务，嫖客很帅耶，只是矮了一点，像地主。他们马上就说我们在这边不准往前，然后培根很快就被带到一条暗巷里面摸大象。有付费的人可以进去。希望这次经验对他来说很特别，对任何人来说都蛮特别，对我们来说也是。我真的没来过这种地方，我也是。其实有点害怕，其实蛮多那种流氓在现场。他每一个地盘都人守的，他还有那种非洲裔的，反正大概就是这样。我们就等培根出来吧，看这一次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会不会他回来就得菜花？不会啦，那就下一次就是换他验。那没干嘛，说不定就按摩而已嘛。你们是不是想太多了？也不知道到底是真是假。不要想太多，各位。不要太多，我们去旁边居酒屋坐着喝一杯的。对。厉害了，经历了一番的。讨论之后，就他开始开价20000，还好库存有杀价，一定要的，专业的，杀到13000，结果我现在培根被带到一个旅馆，不知道在哪边，我就等他结束，对，问他没错。你很急耶，那有人自己读秒的，他刚自己来543，想早点把干香想讲出来，讲吧。我看他现在有点走魂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刚刚超快就出来了，这样觉得好像有点被坑的感觉。他眼神为什么？对，因为你知道里面是不能开灯的，对吧、啊？然后觉得跟你选完之后穿下半身衣服，然后脸看不到，所以你看不到脸，按个摩这么麻烦呢、喔？对啊，就这样。那我跟他说可不可以看脸，他说不行，日本是不看，只是要做个岩盘浴，什么都看不到。对，他就这样而已。所以感觉怎么样？现在好不好？觉得还 OK 啊，至少不是飞机场。那你感觉起来他？他是年轻的肉还是老的肉？我感觉大概30左右。30左右，对啊。我们也快30了，你什么意思？刚才被按的时候想说，是不是被骗了、啊？花这个钱有点不值得。对啊，而且你知道这个请了会衰吗？所以我帮你出钱。主要是我之后会还。没关系，你就是意思一下，给我给了一点点就好，不要说全部人家钱。对，可是我当下其实脑海中想说，大概一半都是想要抗拒这样，赶快结束。Hi, hello, my friend. 你要爽吗、hey. ？Are you drunk? Yeah, I'm drunk. A little. You want a threesome? You come here alone? 5 for 1, 5 for 1, 5 for 1. Yeah, 多人混战。拜拜。回到刚刚话题，他要讲话要出声音吗？有啊，可以听就知道装的、啊。大概是怎么样？他会故意这样，而且脚底按摩应该是你要叫才对啊。对，而且可能我这边半套，隔壁刚好全套，按的时候我听到隔壁有那种啪啪啪的声音就。因为最后拍背，按摩要拍背嘛。对，可能旁边那个比我早进去，所以可能他已经做 ending 了。好啦，那恭喜你啦，不过你还是处男嘛。对啊，没错。今天这一集到底在干嘛？到底我们在干嘛呢？我们只是带他去按岩盘浴，在这边。对啊，都想要做安全的、正常的岩盘浴。你们在想什么 ？YouTube 影片都这样吗？到底是真的假的？我觉得我还是去竹天下养生馆那种地方。
对对，那种比较舒服。日本按摩文化跟台湾的按摩文化是不一样，他们就搞得一副好像在干嘛，但可是老实说，你也是第一次被这样子按嘛？对啊，没错，用嘴巴按，真的啊？你怎么知道有啊？他要下巴，因为下巴这边力量比较大，下巴力量大，对，有这个按法。可是你也是第一次被吃吗？对啊。啊，有吃啊，就是按摩完要吃小饼干，哦，是，喝一些饮料啊，有戴套吗？啊，按摩要戴套，哦，你说那个什么按摩的那种衣服有，那个枕头套的吗？他有套一个衣服到我身上，还是因为你灰指甲，他也怕是有感觉。他怎么会知道他有灰指甲？那小朋友如果看到我们这支影片，我们就只是真的来按摩，大家不要想太多，好吗？喜欢我们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来新宿可以来这一间岩盘按摩，对啊，岩盘浴女生最爱，还不错，蛮厉害的，就是你逛街累了就可以来。按赞、按赞、订阅、按赞。Good job, 拜拜。Good job, blow job, 订阅我们。Clean job, 你再不好好剪片就没 job 了。I am Dickman.